昨天老师这扣了一个麻多嘞，你们改一下这个字，这个字，高粱的粱，下面要写米字，奥马老师米字一样没？老师，那嘞，这里了路皮皮了，木一他嘞，在这里你们翻一下，找个麻辣牛奶来吧哦，改一下，从这里开始。然后这里的话应该是点，好，翻开书本，扫雷两来宝，然后改一下哦，我们现在一起改，然后，完了，快点来，别爬上去。OK，然后我老师写不下了，在下面写。有13个笔画，这我改好了。啊，我都还没改好，你好快呀！一共有13个笔画，然后在那个我们写的那个生词写的里面也改一下哦。生词写的里面也改一下。生词写的里面也改一下哦。其他同学改好了吗？干啥？开会。老师好了，好了，OK，好，苏恒凯改好了吗？写好了，改好了，OK，好，那我们继续上课吧。好的。来，昨天我们在学习秋天的图画，对吧？还没有，有些同学还没有读秋天的图画。来，昨天刚萌还没有读，来，刚萌读一下吧。春天的图画，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田野就是美丽的图画。山野。田野就是美丽的图画。老师，小朋友们，你是国旗，你是国旗，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
脸小。大海发钱，金色的波，金色的。大海翻起金色的波纹，波浪，波浪，金色的波浪。高矮争奇，温血的火把。啊，燃烧的火把。燃烧的火把。正要谁时？谁时？秋天。秋天。正要美丽。看。看。蓝天上的大雁，蓝天下的大雁，求出我回答。他们排成，他们排成一个大大的圆字，还有说，好像在说，好像在说。勤劳的人们就出我画出我春天的图啊，秋天的图啊。OK， 好，同名号昨天还没有读对吗？秋天的图啊。秋天的图画，秋天来啦，秋天来啦，秋天不光和你山野就是美丽的山野，就是美丽的图画。李叔挂起金黄的灯笼，大海翻起金色的波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谁时秋天这样美丽，看蓝天上的大雁，做出了回答，他们排成一个大大的圆字，好像在说，勤劳的人们
画出秋天的土瓜。嗯哼，好的。来，还有谁？老师，周成信还没有读对吧？周成信们拍下的有没啦？昨天读了吗？啊，昨天读了吗？门里的周成信拍他啦？是的，对，来，黄佳怡读一下，黄佳怡读好了，我们继续往后。秋天的图画。秋天来了，山也就是美丽的图画。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到海翻起金色的波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谁舍秋天这样美丽？看蓝天上的大雁，做出了回答。他们排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好像在说，勤劳的人们画出秋天的图画。OK， 非常好。来，老师让你生词来记记啊。昨天我们学习了，我们学习了五个生词。老师说燃烧去一下嘞。好，看一下脸颊可以了吗？脸颊我们要听写录音吗？脸颊可以吗？可以了。到海可以了吗？到海可以了吗？可以。翻起可以了吗？可以。高粱可以了吗？可以。好，燃烧可以吗？可以。好的，来，那么我们来听写一下，把书本翻到后面。黄佳恩今天没有来吗？黄佳恩在做什么呀？睡觉。睡觉哦，那就让他起床哦。以后你们就分着上哦，不然这样的话是不行的，好吧？嗯。门那叫的人，那不要和一表啊。门那叫的人。啊，门里头，不门里这边哦，老师不门等等嘛，啥样等比如要嘛，等等不说啥样等比如没要呢？好，姐姐我不要了，来第六写一下。这样不满你这段来读吧，再读一段里面呢。好的，第六是番茄，写一下番茄。好，听写啥比较优美？番茄。哎，书上看没优美的老师不要紧的嘞。番茄，不知道番茄吗？老师，我番茄写好了。写好了，老师，这你嘛牙龙老会背呀？喏，牙龙他不么背，俺牙龙来养见喏。那
ာဆိုရင်မမမမနေ့နေကြာသွားရင်သူကသူရသွားလိမ့်မယ်နည်းနည်းစီမကြက်လာဘူးဆိုရင်မရအောင်เนาะ fan ရောရှယ်ဟောအာရှယ်ဟောလောဘာဘီ fan ချမရှယ် fan ချတဲ့ fan ချမရှယ်အော် fan ချမရတော့ဘူး okay好的来你们李佳颖啊翻没要不的翻写三遍这下留了一类吧没要的留西老的翻留了一吧翻三遍写一下哎，写好啦。OK。翻起好了，下一个是稻海。稻海。稻海。稻海可以吧？哎，刚要听呢，刚讲你的稻海。拼音没有，拼音。哦，拼音没有，拼音啊，的奥道理。得干嘛嘞？得，得脱了了。哦，都是读的卡啦。以后的哦，对了，陈勉明，到，海，啊，库没亚的啦，亚的，那我讲亚嘛，慢慢慢慢。老师，嗯，什么？好，下一个，燃烧，燃烧，所以老师说老你老表人，两个都有火字旁，火把里面那个才是燃烧。燃烧，火字旁里面吧。老师写好了吗？嗯。嗯。燃烧，不会写的同学看一下，对吗？燃烧。好，下一个是脸颊，脸颊。陈勉明，自己写吧，写好了吗？写好了。写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脸颊。脸颊。老师写好了。嗯。老师写好了。写好了，好，下一个是高粱，下面是米呢，高粱。
高粱。是这样吗？嗯，对对对，高粱后爸比。高粱。我写好了。嗯，我写好了。OK， 其他人呢？我写好了。我画笔。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老师，那个是不要记下啊。第九、第十。好的，来第九、第十看一下吧。第九十，大雁，跟老师读。大雁。啊，大雁声音老师说，平安目标啦，大雁。好，第十是勤劳。大雁。好。OK， 翻到前面，老师说，谢谢过来呀啊，我们来写一下吧。翻到前面。勤劳啊，大雁和勤劳写一下，大雁的勤劳的一枚。大雁。看见格子本吗？格子本里有杜亚兰。嗯。看见吗？在哪里？关上了米亚兰。好像不看见。啊，挂个雷门喵啦！喵，弟弟花一百米的呀，你可能还一百米的呀。哦 ，OK， 好的，那老师再看一次。等一下。是，你要米兰。好，看见了，看见了。好，那我们开始写第九。什么呀？老师还在写啊，老师一点都没写的嘞。老师写好了。OK， 继续呀。什么回事？
老师，我没有，这过门前超五二张，二张二码的裤。我说这过门前超几楼？等一下，等一下，闭嘛闭啊！我在写的时候我看不见的。哦，这过门前你就表了。哦。没关系，可以的。那会儿在那切呢。请他来没？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老师说那个啥多几几啊？来，这个读一下吧，梨树，大家一起读梨树，哦，甘老师读梨树挂旗，甘老师读梨树挂旗，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稻孩番茄，金色的波浪，高粱橘皮。金色的燃烧的火把，OK， 好，这个需要抄一下的，你姑要啊，就是老师，这样行不行？那没考，比如说收干净没？没收在路里啊，姑娘们哦，来，李佳颖开始，李佳颖念一下，其他的人抄姑没？李佳颖怕没？你不挂机。OK， 好，王荣斌，其他的人抄，就叫路亚姑买喏。王荣斌说没，李叔。挂旗金黄的灯。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大海番茄，金
举起，好的，好的喽。燃烧的，好的，超酷美。来，黄嘉译读一下吧。黄嘉译的。抽起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大海泛起金色的波浪，高粱，举起金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好的，程勉明读一下吧。梨树举起金黄的灯笼，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黄花大海翻起金色的波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好的，来周成新读一下江南路的姑妹呢。周成新，高萌打开声音。老师。哎。打姑妈妈了。哎呀，姑妈妈，阿姆雷，你姑妈姑妈了，姑妈妈是的。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大海发起金色的波浪，高粱发起举起燃烧的火把。OK， 好，下一个，刘天天读一下吧，李叔。李树挂起金色的灯笼，金黄的灯笼，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大海发起金色的波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好的，龚顺成读一下。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大海翻起金色的
波浪，波浪，远航水航，高粱，黄树，高粱，番，橘子，高粱，橘子，燃烧，燃烧的火把。好的，苏恒凯念一下。老师，我抄好了。哎，抄好了。刘天天，抄好了吗？抄好了。好，爸比，来，舒恒凯念一下，那就。李树。舒恒凯，咱们家要姐姐的说没？李树。李树挂旗。金黄的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番茄，金色的波浪，波浪，高粱，高粱，橘子，橘，燃烧的火把。火把，后把位，来，老师让声音填空的几句没？大家一起读一下，第一排几没？李叔，李叔，对，李叔挂起金黄的灯笼，李叔吗？金黄的灯笼里有吹水他的。第二，排几吧？大海翻起，金色的波浪。对，大海翻起，大海嘛翻起吧嘞，金色的波浪，水扬啊来流。第三，老师说，这只写答案不写。这个没有让你们写，咱们应该内部嘞。怕了表你啊，老师我们过来了。前面底下那边一看他了，这个写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所以不写了，没写了不？老师都来拍没？好，第三拍没？苹果，苹果，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脸颊，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陈勉明坐着读，你把露脸容。第四。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苏鹏凯，你过来拍着我们要火，哭起来给你的呢。好，来说没？李树挂起金黄的灯笼。大海翻起金色的波浪，金色的波浪，大海翻起金色的波浪，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好，回答问题来拍机啊，大家一起读，这个不写了，咱们用了。在秋天，什么是美丽的图画？拍机吧哦。在秋天是，今晚秋天来了。田野就是美丽的图画。哦，爸比，田野对吧？哦，山野，山野对吧？山野就是美丽的图画，是吧？啊，在秋天，山野就是美丽的图画。好，第二。
第二首句没，蓝天上的水。蓝天上的水做出了回答。蓝天妈妈不是说皮皮来着嘞？蓝天上的大雁，大雁做出了回答，是吧？代表没？蓝天上的大雁，蓝天上的大雁做出了回答，谁画出了秋天的图画？谁画出了秋天的图画？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今天你们的作业 ，A 咋的表没？老师噶得想拿上没 ？A 咋噶？老师说的奥干的酷是吧？奥干的酷狗。汉字两行，拼音一行，汉字的讲，拼音的讲也没，明白吗？明白。好，这个是作业一，这个作业一，作业二个把来收音，老师说的嘛，记没？课本那个，这个课文你给我抄背没？把录嘛来？抄背没？抄古一背嘛，古一背嘛。高兴过来嘛，得没？然后是的嘛，一块钱没，也没，得家里雇也没，知道吗？知道。知道，那个是作业二，那个是作业什么？二。作业三。二。作业三啊，老师底下里拍片没？比如说秋天的图画，秋天来啦，秋天来啦，拍片老师啊，当翻译雇人嘛，补他没？好吗？好，这个第四页嘞，搞这个嘞，第四页嘛嘞，老师说恐怕能不能这边点下嘞，知道了吗？一共有三个作业，第一是生词音没，第二是课文估没，第三是课文里拍表没，明白吗？明白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了，大家再见。再见。嗯。